Hello guys, I've been expecting you. Maybe these guys aren't in on the joke. Well, let's see how long it takes you to find me. Thank you very much, let's go.推出到说出现哪一张脸都可以对应说他的身份证以及他所经过比方说在过去一周我们回溯他的行进路程我们也做了像人和车的匹配那同时在人上匹配还包括亲属关系匹配然后是你经常接触人员之间匹配就是当摄像机布到就或者我们传感器布到一定密度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经常知道你跟谁经常在一起 So already on this bridge I can see 1, 2, 3 CCTV cameras. Right behind me, you can see just over my left shoulder there. Hello, guys. I've been expecting you. <音>那我觉得每天你都感觉到有一只眼睛盯着你，一只无心的眼睛，不管你干什么事儿，你总是有所顾忌，高科技为那个警察、维稳提供了方便，所以他们的思路如果不改变，对这么一些意见人士，然后进行监控，是更大的作用。如果成为老百姓，是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才会录入这套系统，那它不需要帮助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是不需要采集它的信息的。那这种 CCTV 在我们大数据里面有它的 CCTV 就行了。那在什么时候使用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来做这项工作。